心它起针法用的是钩针起针法，一朵花是11针10行，然后我们先做起针，起针的话先用钩针钩一根锁针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我们把针放在线上面，然后再把线从棒针上面勾进第一针锁针洞里面，然后线再绕到棒针下面绕过来，然后再勾第二针，再绕过来，再勾第三针，再绕过来勾第四针，再绕勾第五针。我们交的话交两朵花好了，然后我们起24针，那就这边是24 25 26 17 18 19 20 21 22 23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线放到棒针下面去，然后把钩针上的这一针放到棒针上，这样子起针就完成。然后接着我们要让正面看到一行下针一行上针，我们这一面是正面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织下针，这一整行织下针，到背面也织下针，因为背面织下针正面就会看到的是上针，所以正反两面我们都织下针。我们先把这两行织完，我们这边是背面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完。好，这是第一行第二行，然后接着我们开始做第三行，第三行就开始织凤尾花了。然后第一行我们先第一针我们先把它织过去不管它，然后第二针空，我们一开始这边是空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空针，两针并一针，整行都是这样，空针然后两针并一针。这边是两朵花，所以会看出那个凤尾花的那个波纹出来，然后再空针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就用右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空针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针并一针。好，这一针最后面的我们不管它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第三我们这边第三行的花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到第四行，第四行正面要全部看到的是上针，那我们这边是背面，所以我们第三行正面要看到上针就织，我们这一面就要织下针，现在开始就是下针，我们整行织下针，然后正面就是上针了。好，最后几针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然后我们翻到正面来，正面它又是开始要做空花了，然后一开始我们第一针先把旁边的织掉这一针，然后空针织一针，然后再空针，然后接着这边是左两针并一针，
然后再一次左两针并一针，因为我们刚刚是两针空针，所以要做两次。好，然后接着右两针并一针，再一次右两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空针织一针，空针织一针，这是一朵花的，这是一朵花的织法。好，然后就开始，我们已经知道这边，接着再从头再做第二次。我们再开始，空针织一针，然后空针左两针并一针，再并一次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右两针并一针，再一次右两针并一针。然后空针织一针，空针织一针，这个织过去了。然后接着我们要让正面，这一面是正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下针，所以背面，现在是背面，我们翻过来是背面，这一面就要织上针。我们一开始就织上针，然后正面它就会是下针了，因为是相反的。好，第六行的那个下针我们这边就织完了，然后到正面现在第七行又要做空花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纹路出来了。好，第七行我们第一针把它织过去旁边不管它，然后空针就跟其实第七行的做法跟第五行是一样子的，我们只是再做一次。好，空针织一针，然后再空针左两针并一针，再一次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右两针并一针，再并一次右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空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织一针空针，再织一针，哈，然后接着是左边的，已经织到这边了，接着回头再织。就是空针织一针，空针右左两针并一针，再并一次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右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次右两针并一针，空针织一针，空针织一针，好，这边就结束到这边啊。然后在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刚刚我们并针的这个地方全部要织上针，其他的位置全部都是下针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是上针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织的时候要记住，刚刚只要是有那个两针并一针的那四针就是上针正面要看到的，所以我们背面这边要织下针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这边是下针，我们织过去，正面是下针，我们先织过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这边已经并那个下针织完了，先拉到前面去。这边是上针，上刚刚我们这边的并针有四针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四针。好，然后接着线绕到后面，我们这一面过来又织要织的是上针，正面才会是下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针。好，线绕到后面去，也就是绕到正面，然后现在织的是上针，正面是上针，一二三四是，然后绕回来，这边下针正面，好，这三针我们织掉了之后，好，这边上的这一针我们不管它，它花纹大概就可以出来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织完了这个第八行了，接着第九行，我们整行都是下针。现在我们织第九行，第九行整行下针。都不用做任何空花或收针的动作，
我们就把它整行下针织过去，这是第九行。好，这边第九行最后的几针呢，我们把它织掉。然后第十行的话，等于是跟第八行的织法一样，也就是刚刚我们收那个收针的位置，这四针，这是第十行，我们这四针实际上是跟这边一样的了，都是上针，所以我们先织过去前面的。好，这边不管它，这边是同样是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线绕到前面去，正面去，这边四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绕回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再绕到正面去，四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绕回来，这边是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这一整朵花就完工，然后再从头再织一次，这就是这个织成织出来衣服上花纹的样子。织到这边，再回头再织。